妈祖救灾解围，保祥里神威显现，伫破主这个所在，地这片土地的众生百姓感染到妈祖的慈悲，不管伫厝内，也是伫妈祖庙内，拢会诚心祈求妈祖的庇荫。妈祖是百姓心中的瓦壳，亲像灯火共款，唔啦光彩着这片土地，嘛照入大家的心肝头。破主是一个因为妈祖才发展起来的乡镇，所以留下真多传奇的故事。一丛树啊，这个庙埕，还有在地的百姓，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同齐发展。因为妈祖的庇荫，六畜兴旺，国泰民安。
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今仔日有足济在座的咱文化部、文化局一挂长官、把贵宾，咱家掌声鼓励下吼，感谢来利用这会场吼。今仔日呢，因为阮这出戏吼，其实吼从累积整个酝酿过程到今仔日，甚至是完结篇啦，总共演四档啊。我想恁四档来看时吼，每一档来看，完全拢不共款的享受吼，所以今仔日是足精彩、足圆满的一个结局啦吼。所以我等一下邀请咱在座咱一个地方人士吼，因为有参与到，我请伊来顶来甲咱一个分享一下。好，首先我来邀请这个咱特主持的市长，市长来，咱就到台顶吼，再来邀请咱配田宫的董事、董干事吼，来坐上台，来请上台，再来邀请咱的这个特主持的曾市长、王市长、王先生吼，那上台坐起来吼。来，市长，咱到台上来，我先继续吹的，这调才会变啦，吼，来，好，为什么要请伊起来呢？当然不是干来徛伫这好看尔，当然吼，阮即几冬来啦吼。咱在地一挂地方，你说中国吼，阮足大滴乐团申请乐房，足大的支持哦，不管是经费，不管是资源，足大的支持。所以咱来邀请，首先邀请恁个破竹起调，我是吴市长，我们讲几句话，谢谢。谢谢，首先先感谢今天全场最辛苦的指挥，再给他们拍拍手，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还有我们在场今天参与所有演出的这些团队们也非常的辛苦，在热烈掌声不断拍拍手，感谢。我是吴品瑞，那真的非常的开心，今天虽然外面的天气下着雨，可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会场里面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感动。那其实呢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神奇乐坊，真的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方式跟不同的一个剧场的演出，因为它结合了国乐的演奏队在我们这个台上，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台湾念歌团，然后还有一个戏剧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还结合了灯光。今天的这一场戏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再一次拍拍手给他们鼓励，掌声掌声。那我们的神奇乐坊呢，真的是我们嘉义在地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团体，那他连续15年都获得我们嘉义县杰出演艺团队奖，那也在文化部呢也多次获得了我们媒合演艺团体计划，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也感谢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跟这么多的长官前来支持，希望我们的神奇乐坊可以越来越好，让我们全台湾看见我们嘉义的神奇乐坊，希望也可以红到国外去。再一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你们。非常非常谢谢吴市长为我们勉励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的董事长蔡董事长为我们分享一下，谢谢。首先啊，总哦代表配田宫，而且感谢咱神奇乐坊的咱的蔡总监啊，嘛咱的指挥啊刘文祥先生啊，搁咱的导播王子敬先生啊，搁咱遮尽属阿总敬重的团员，感谢各位，谢谢。感谢各位做今仔日啊，为着配田宫做一个上好的诠释，只有甲配田宫一寡传奇故事啊，拢有来做一个演出。阿总嘛爱搁再次伫遮感谢咱神奇乐坊所有的队员，甲咱的蔡总监、甲刘文祥先生、啊甲王子敬，感谢各位，谢谢。其实伫3-4年前，我都有来看过因的表演，其实第一遍看了，我真正真感动。所以讲，当然是我有邀请着咱神奇乐坊去伫庙口啊，搁做一次的演出，互咱普助市民更加来了解着神奇乐坊。阿总啊，嘛感谢因为着普助，为着配天宫，为着普阿妈，真个这份心力，甲咱配天宫的所有一挂传奇故事，再次用着上
精彩的表演甲演出，予所有人佫更加来了解破主破天宫破阿妈。感谢各位。阿妈爱伫遮祝着咱周围贵宾，啊，甲咱遮个观众啊，所有与会来宾，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迎来破主破天宫拜妈祖，祈求着妈祖保庇。感谢各位，谢谢。好，谢谢。咱来邀请咱个洪市长吼，伫几冬落来参与我们的鼓励上座。咱来邀请洪市长，谢谢。感谢刘指挥哈。今天刚临时被叫上台哈。昨天好不容易要了两张票，跟我太太来这边培养气质哈。那所以上台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但是刚刚听到台上这些美妙的声音。这些优质的演奏者他们诠释那么好的这些技巧可以说是希望跟大家都一起来这边欣赏哈。刚刚有看到我们的很多的桥段用两瓜西的方式来诠释因为我们这边不只是我们的配天宫的五个宝，就是我们的正殿妈祖，还有我们的红花白花这些，还有三个我相信大家如果到配天宫，我们蔡董事长一定会安排我们的导览人员向大家介绍还有一个刚刚跟黑狗精有一些连结的我们的大耳香炉，还有那个烛台后面还有四季兰，还有我们的玉氏金杯角，都是我们配天宫的宝因为配天宫的文化底蕴在我们全台的宫庙里面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它是非常的扎实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来到配天宫，相信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些宗教文化的熏陶因为配天宫跟我们的地方人文非常的连结，可以说是有配天宫才有我们的现在的埔子市跟我们全台所有的329个乡镇市不同今天特别来欣赏这么美好的演奏因为神迹乐坊这些很多都是老朋友，现在是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代希望音乐也可以继续的传承向下扎根然后我们的乐坊我们的乐团能够更加的向我们展现更好的音乐的诠释因为神迹乐坊在我们的全台湾的所有的这些大型的演艺厅都受到很大的欢迎他们的底蕴非常的够希望每一次来我们的这边来演出希望可以再给我两张票不是因为我每次都用讨的就拍谁今天我们的演了四集，希望可以再继续第五集、第六集能够继续来演奏能够再呈现给我们地方的所有的观众能够来欣赏在此谢谢各位谢谢所有的乐团谢谢我们的吴市长、我们的配天宫所有的董监事，谢谢大家。非常谢谢我最后补充一下咱常听讲。越在地化就越国际化，我希望我们的这出戏可以走出嘉义县，走到台湾各处，让大家了解我们嘉义的文化特色，好不好？但是非常谢谢各位，可能大家出去雷雨已经没了因为妈祖有保庇了。好，各位谢谢那我们一起来拍个台上的，我们一起跟看台下的。